个怀念金曲的部分，对，老歌，这首歌就真的是怀念金曲，它是，我觉得它应该是那个年代的一首舞曲，对，就是像眉飞色舞一样是那种就是舞曲，然后它也是那个年代的，这首歌叫做那个但是又很耐，对，它是来自崔台金的歌曲，但是你知道它虽然是舞曲，可是我觉得它矛盾，因为它的歌词其实还蛮悲惨的，你们不觉得吗？就是。他明明就很爱一个人，然后就觉得说怎么办怎么办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了一个就是比较我们觉得跟歌词比较贴近的一种改编，这样子就是一个真的很洒狗血这样子，对，你们待会就是看有没有被洒到这样子，洒洒看，可不可以先喝口水 ？OK 啊，你们大家也可以喝一下这样子，对，哎，我干杯一下好了，家有水的，有酒的，有奶茶的，有红茶的，没有的再去柜台。点饮料，喉咙真的太干了。好的。
谢谢，谢谢。对啊，不觉得很洒狗血吗？它就是一个很好心痛的歌，不用我们的脸很皱吗？就是唱到一个点的时候，就是脸会很皱，就是不想唱这首歌。对啊，因为脸太丑。